不知道这个人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喜欢观看小朋友，这是什么心态？那是我们阿公，我没法度去跟他睡到底，我没法度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极尽的变态。我不能说是恋童癖，我就一直想说他女儿以后怎么做人啊。因那时就不够，我不是在炮轰弄梗，我是在心疼她。我没有炮轰她，我只是不认同她再出来挺她老公、替她老公讲话。其实她不要讲话比较好，挺老公是很好的嘛，表示她跟她老公是非常同心。但是确实她老公是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，我觉得她如果不要讲话比较好。他越讲话，包括本来大家是很同情这个老婆的，后来他这样子，人家会觉得说你一直在替你老公讲话，那别人家的小孩是不是就活该应该死好。昨天的发文呢、啊、有感而发，我是觉得男生、哦、可以风流，他不能下什么我都可以容忍，但是对动物、对小孩、对手无搏击之力下手，我都觉得这是龌龊，这个我就不认同了。说实话，嫁鸡随鸡嘛，嫁狗随狗。但是恭喜我，我可以安了，唔丢都唔丢啊，不用再辩解什么。况且是怎么会对小朋友下手，而且喜欢观看这种像是不伦啦、小朋友啦、未成年，这个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格是不是有什么问题。喜欢观看小朋友，这是什么心态？那是我们阿公，我无法度去跟他睡到底。我不懂，因为我觉得这是极尽的变态。我不能说是恋童癖。出院18天买儿童偷拍片的，因为是 XX, 出院了后十八天买儿童偷拍片，我感觉他的人格真的有问题。所以黄子佼一直摆低姿态啦，一直道歉，一直说他真心悔改，但是还是被警方查到他就是有私藏一些儿童的被性侵的影片。我感觉咱的国家应该是针对这个网站去把它击破，因为这网站他偷拍这些影片，有人买，有人买他就有商机嘛，也有当探警嘛，所以他愿意继续再违法。我感觉就是要去歼灭这些网站，我感觉因某是就可怜。啊，因某该不离不弃，我感觉这种情操是很棒。因为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来时各自飞。当因某依然是支持着自己的老公，但是目前她的老公是，你讲讲性侵上面，无法度，这意见的是无法度。我懂，因为他笑脸不要凶嘛，笑脸不要凶会犯错。那现在你已经犯了这种错，怎么还会继续再买这种骗子来看？我就一直想说，他女儿以后怎么做人啊？因那时就不够，我不是在炮轰弄梗，我是在心疼她。我没有炮轰她，我只是不认同她再出来挺她老公、替她老公讲话。其实她不要讲话比较好，挺老公是很好的嘛，表示她跟她老公是非常同心。但是确实她老公是做了一些伤天害理的事，我觉得她如果不要讲话比较好。她越讲话，包括本来大家是很同情这个老婆的，后来她这样子，人家会觉得说你一直在替你老公讲话，那别人家的小孩是不是就活该应该死好。